中国世界华人统一促进党创党成立大会开始，时间：中华民国116年3月19日早上10点，我们有请本党创党领导庄飞鸿先生来为我们来解释他创党的宗旨跟理由。我们有请庄主席。 我们今天的这个创党啊，首先我要感谢内政部我们的吴先生的莅临指导，还有各位企业家啊、各位好朋友，大家全力的支持。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份啊这个创党的先例，我们就用这个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创党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宗旨。 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来练好不好？你来。就讲到我们民主的时候，各位就讲自己的啊，我们的理念都是相同的。中国世界华人统一促进党创党宣言，我是资深台湾人吴朝台，各位台湾人不敢说如火如荼，但台湾今天的。 整个台湾的民主党，人胜两党的民主主义，尤其两岸关系，中国5000年来的文化，甚至中岁月，我们很多的祖先都从大陆来的，我祖先也是从广东漳州。
内政部的指导官员哈，各位党人，各位中常委，各位评议委，大家好。我在这里宣布，中国世界华人统一促进党正式成立，圆满的成功。那么我们这个党呢，绝对是任重道远。今天是热爱国家、热爱民主、热爱和平的所有的志同道合、理念相同的，我们希望今天的成立能够发扬光大，把我们的会务搞得有声有色。我预计在明年的党员大会，也就周年庆的时候了，我们最起码我在这边目标设定，最起码要达到30,000人以上。各位有没有信心？有。好，那各位就要记住，看各位的表现了哈，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但是我们一定要要求很原则，爱国家、爱民主、爱好和平，而且要孝顺父母。再来就不能吸毒，吸毒的人你再优秀都不要，这是我做人的原则。这一点，如果你吸收一个新党员进来，他是吸毒的，我们马上把推荐人同样开除我们的这个党员，各位好不好？好。因为吸毒，他是危害国家、危害家庭嘛，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我非常重视的，我非常重视那么今天的成立，我要感谢我们的上级主导人，还有我们的所有的贵宾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党员的全力的支持那么今天的大会到此就这个圆满成功。我们希望大家好好的把党的工作任务做好，因为我们还要发展到地方这个市党部、县党部还有区党部很多阶层呢都要一一的来成立。所以我希望只要你有时间，在你的工作之余，因为大家都是在做事业嘛在工作之余呢，能够尽量的与我们秘书处来联系有什么优秀的人才来提名出来，在地方也来扎根来发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后呢，我们当然也会跟大陆呢做更密切的一个交流密切的交流，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大部分都在这个大陆经商现在的市长坦白讲啦，也都是在大陆所以希望我们培养一些年轻人，包括我们这些年纪比较长的，我们无论如何要把我们的智慧、把我们的经验呢，能够来带动我们年轻人这一代带动年轻人这一代那么今天的大会就圆满成功。那等一下呢，我们还有这个被这个午宴呢，大家呢好好的来享用那今天我会把我们公司的最好的专利酒这个有专利的解庆酒，大家尽量喝来庆祝一下我们今天党的成立，把它喝到醉没有关系，今天是周日喝到醉，你没醉，应该醉大富大贵喝到醉回去家里就大富大贵。感谢各位的支持，谢谢。